是在担心我吗？终于有人担心我了。 也有我的一半，嗯。尹老师，你看我们现在体能、智囊、技术全都齐了，现在就差一个艺术了。您看有没有像您一样多才多艺，但是就偏像您这么老就成了？毕竟超过了20年。你说谁老？嘘，这琴声有点耳熟，何月。 何月的琴声很有攻击性，没有这么弱。难道是……嗯，城里人还能弹出如此动听的曲子？你怎么回事？你的琴技都退化到这种地步了？就你这个水准，你拿什么攻击？ 师兄，你配，你要是还有一点勇气的话，就拿出当年拿冠军的水准跟我比一场，别老装个缩头乌龟。师兄，我没有。别老装成一副可怜的样子好不好？在我这里不管用。如果你想让我看得起你，就拿出你真正的实力。他是你的兄长。 那一定是和你关系很好的人吧？嗯，在我们的家乡，只有关系密切的人才会这么骂人的。啊？刚才你弹得很好听。其实你不用安慰我的。我们那里的人从来不说假话的，因为那是对别人还有对自己最大的不尊重。 你的琴声虽然有点乱，但是我是听得出感情的。哦，这个是你的吧？谢谢。这琴声我听过，它
他的琴声里有败军之哀。周木木，就他了。好，走走走，你加油啊。你们干嘛？这是啥东西啊？这么好喝？别打岔。哦，周木木，嗯，华远杯的事考虑的怎么样？别摇头，说话。No。啥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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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罗密欧要是换一个名字，那他的完美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罗密欧，抛弃你的名字吧，我愿意用我的整个身心，来换你一个身外的空明。不少啊，你昨晚是不是吃你爹做的豆腐了？好兄弟，我决定去参加话剧社。话什么？仅仅是爱的影子，就可以给人如此丰富的欢乐。要是占有爱的本身，那该是多么的甜蜜！哈哈哈。到底怎么了？有那时间，多做两道数学题。我告诉他周木木在话剧社啊。你想放心吧，好兄弟，我一定会让他答应的。你先能进话剧社再说吧。我一定能进话剧社。我说过，男人是永远不会放弃的，你甩不掉我的。我的时间很宝贵的，我已经跟你浪费了20分钟，这20分钟够我背100个英语单词了。苍天哪！我要进话剧社，这事儿啊，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有本事你去找教导主任，只要他同意，我立马让你进啊。教导主任，咦，张叔，你好来了，是不是想吃叔做的豆腐了？啊，并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别跟叔客气啊，豆腐有的是。
欢迎各位家长、各位校董来参加我们的家长大会。目前学校的纪律和成绩仍然是我们教职工关注的重点，没有一个像样的纪律，就不能塑造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。在这里，我将再一次重申一次高三的重要性。在这个紧张啊又特殊的阶段，一定要严守纪律，不能扰乱我们平静一中正常的教学秩序。这就严肃说下张远山同学的问题了，竟然严重扰乱秩序，这行为必须批评。张远山的家长呢？啊，在哪里？报告。哎呦，对不起大家哈，我来晚了，我就是张远山的家长。这是我们大和豆腐店新出的秘制豆腐，带给大家尝尝，还请大家以后多多照顾我们家远山啊。哎，远山爸爸，我们正在开会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先下去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看一中的规矩该变一变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一中多少年都没拿过华远杯的冠军，你们也是时候该反省一下了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老领导，咱们……哎，对了，还有啊，这豆腐能强身健体，以后多吃点。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经校董会决定，废除关于高三学生不能参加社团的限制条款。高三的学生与其他平均一中的学生一样，享有相同的待遇和权利。劳逸结合才能更高效地提升大家的学习效率。好兄弟，我成功了。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。你能不能每天不要总是搂搂抱抱？我又不是女生。张远山，哎，加油！老师相信你，一定能成功的。嗯，哎，我是不是也考虑去参加个游戏社，或者动漫社什么的？好好给我训练。没意思。木木，我来了。张远山，你怎么来了？默默，你怎么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同学你好，欢迎来女高和一中的见面会。张远山，哎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，别死机啊！你居然和女校的姑娘戴情侣手链？哦，那是我姐。姐？
这好学生，你看看你现在对老师有多大的成见呢？姐弟，师兄，别叫我师兄，你配吗？哎，你这人咋这样说话啊？你谁呀？这没你事。出去。自习课是留给大家查漏补缺的，距离高考还剩200多天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保持状态，认真的复习。高三某班的 M 君，如果你看到这条说说，请把你的华服脱下来好吗？大男人穿个裙子到处乱跑，请问哪里好看？这是木木的衣服啊，啊，怎么被人剪成这样？他竟然还被挂墙了嘞！什么墙 ？QQ 空间墙啊，这你都不知道 ？QQ 空间墙是啥玩意儿？咱学校有一堵叫 QQ 空间的墙，木木还被挂上去了。这是凶器。这难少年没少看的兄弟，你们快跟我说木木在哪儿啊，我得去救他。先把剪刀放下，剪刀别指着人。完了，他肯定以为是你做的。木木，你别走，听我解释。跑来挺快的，挂他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搞破坏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两件事太巧合了。去保安处调查监控吧，我们走。哎，等等，让我把我的工具拿上啊。OK 了，走。我回来啦。恩呐。赶紧的，吃豆腐啊！哎，坐。
张大河同志，你能不能不要把莫名其妙的东西加在豆腐里？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，不放怎么能叫大河秘制豆腐呢？不懂不要乱说啊！又来了，张大河同志，你清醒一点啊！你这样做豆腐，一辈子都找不到你老婆。闹，你这在跟我闹着玩吧？谁跟你闹着玩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你这样做豆腐是没有人吃的，没有人吃就没有人传播，没有人传播你就找不到你老婆，你懂吗？走都不会，你要跑啊？如果你真的想做好，就应该老老实实从基础做起。但是寻常的豆腐又怎么能实现我的目的？我唯有努力创新。大河叔，你做的豆腐真的挺难吃的。是不是你？你们干什么？我宣布，这是咱们222宿舍从今往后的设伏了。别愣了啊，快穿上！对啊，快穿上。好。我们终于成团，主任也及时处分了网暴同学的人，帖子全部被删除。报告。
尹老师，远山小队组队完成。你们这什么情况？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平津一中对我来说，似乎也有了一些不一样。我回来了，哇！我先走了。回来，这是我做的，程程。夕阳晚霞，我只想早一点回家。红豆脸颊，我送你美丽山水画。栉风日下，又一次抿住了嘴巴。花样年华，我要去的地方在哪？呜呜，为什么骗自己？呜呜，该复杂看不清。呜呜，该放弃要逃避。呜呜，你教我如何放弃危险之际的美丽，日思夜想不断的折磨自己，在无法脱身的游戏。我做了最后决定，放下了心中怀疑，无所谓致命，哪怕前路布满烟雾荆棘，拿出了更多的时间，只为了陪伴你的自己，想呼吸一般的伴随你，不停的耗费着精力，我愿意。 Now you know me， 为你抛弃多余的锋利。 You drive me crazy， 是你给我坚持的勇气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对你寸步不离。没想到我能幸运成为你眼里的秘密，路灯下亮了的身影，深夜慢慢的交集，谁给我逃跑的勇气？ Oh baby， 你是我唯一。穿过了黑夜，但微风总让我沉醉。包扎了伤口，往往不在乎是与非。路上的风景可能比目的地更美。旅途虽疲惫，但至今仍然没后悔。每当夕阳晚霞，我只想早一点回家。红豆脸颊，我送你美丽山水画。栉风日下，又一次抿住了嘴巴。花样年华，我要去的地方在哪？呜呜，为什么骗自己？呜呜，该复杂看不清。呜呜，该放弃要逃避。呜呜，夜每当我看上你双眼，我爱用海底让我思绪万千。我爱用 waiting for every time you make me alone， yeah。旋律在我家过夜，对你说的太足够。不管你表现多么不是 baby， we can take it slow。暧昧的气氛，白色的色灯光，雾气的素气的壮点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不用害怕，是让我们同行光年。今天脱下一切，赤裸成动物。无聊的圣诞节，你帮我卸下所有重负。除了你，我的心里空无一物。别再说那些，别再说那些 ，we just friend 那种忽远忽近的 bullshit、yeah。如果真的只是 friend， 为什么这些时间频频越界？电影院的吻和留下你余温的床垫。Damn。